时刻刻心心念念。你觉得我爹是真的是权谋诡斗啊？你还有一点人权的心思吗？爹，城里是不是没有伏兵？若杀了诸葛亮，咱们家也完了。带下去，杖责一百。爹，我要让他们连你的台历都还回来。我这次跟爹上战场，杀人，那我第一次把枪刺进人身子里的时候，我能听到铁器戳到骨头的声音。如今你们丞相在什么地方？上方古稀，蜀军首尾不接，粮草有失。不由他不退，老毛，上方谷。六王子三，今日定丧于此。爹，敌人数十，不灭祖国，我誓不为人。是钓鱼吗？我心不在焉。你想说什么？爹都赢了一辈子，昭儿就那么怕败一次吗？你当着这渭水给爹起个誓吧。你一生一世，我司马昭一生一世只做微臣。他敢动爹，我司马家不做叛臣，我们就敢学伍子胥，也绝不做鱼肉。太尉二子勋德宏茂，晋次子司马昭为典农中郎将。臣领旨。是不是儿子犯了一次错？这样自以为胸怀大志，对父亲不满的想，不管我再怎么补救，爹都不会原谅我了。我能让这小子是父是兄？司马昭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我就喜欢你这副胆小怯懦却又自作聪明的样子。大哥也很冷吗？我有30个亲信会安插在你的新兵队伍，都是为了你好。养着你们的人是我爹。刀下留人。敢。大哥在北邙山中藏着兵，嫂嫂都看到了。嫂嫂方才看见的，不会说出去吧？我是司马家的。昭儿，我是你哥哥的妻子。我的女儿姓司马。可是你姓夏侯。他是我哥。可是只要有你哥在，我们的子上何时才能一飞冲天呢？哥，我只好为你活疼你。为什么把你养成了一个不会吃人的老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一切不是爹让我干的。杀了我！盘旋在鼓里不肯消散，我们
梦见那家国倾颓在无尽喧嚣里面，远去的故人还兀自说着雨碎瓦全，再睁眼又看见有人在星空彼岸哭喊，放任这泪水划过你侧脸跌落尘埃，再回首可有人等候在原点一年一年，将惆怅抛却在踏上征途背影悄然。